速的 4G 网络，到底我们有多快速并且有多划算呢？我们 4G 上网吃到饱呢，一个月月付只要388元，请问有没有很划算？有。有没有超物超所值？有。来，我们先送给前方的有出生的帅哥。那当然呢，等一下也要告诉各位，我们这一次除了一个月呢上网月租费这么的划算之外呢，我们拥有的是一个独家的方案介绍给大家。如果呢你购买的是 iPhone 7，请问我们有没有升级？由小升大，升级为 iPhone 7 Plus， 有吗？有的，没有错，现赚了4400块钱哦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请我们的慧慧把大礼送出去给大家。谁想要我们小型风扇的？有没有？有。这么的小声，感觉不是很想。想要吗？有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怎么样可以得到礼物呢？不管主持人问什么，请给我一个字，就是有。谁有的最大声呢，我们就把礼物送给大家喽。请问台湾之星有没有很划算？有。请问台湾之星有没有物超所值？有。请问有没有 CP 值很高？有。请问有没有可爱的 dancer？ 有。好，有选到吗？觉得谁比较大声？右手边。好，当然呢，我们接下来继续的送礼物给大家喽。两手空空的，请举手让我看一下。好，来先送个礼物给后方的大家。当然呢，我们今天是资讯展的第一天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有呢，连续5天的时间都会在这边呢跳给大家不同的舞蹈秀哦。所以呢，请大家明天呢，我们同一时间在11点呢，也要回到活动现场哦。那在这边呢，也感谢大家一整天的陪伴，我们明天见哦，谢谢，拜拜。世界首创的极限赛，全金属极限。你这边你那个手机，你有拍了吗？